长，哎，国龙，不要打我，什么东西啊？哎，国龙。不要打我啊！小人呢？妈个做了有诶无诶啊啦，加读寡册。较袂像伊，恁爸以后做苦工。啊，听下啦，厝下敢若咱两个人尔啦，希望呢，你以后诶会当做一个有路用诶人啊。上午这些想要不加收音？我忘记了。你都在干嘛？最近打电动吗？没有了，还是在追剧。哎，同学，你也被留下来哦。对啊。啊，我叫做陈国龙啦，叫我阿勇啊，就好啊啦。啊，你以后除了读书以外的事情，找我就对了。啊，你叫做什么名字？我张少辅。阿福哦，阿姨要知道哈，有事情记得找我啊。好，你今天，好，你看你，哎，少武，等一下，去电脑室打一下电脑，尬一下。真的还有课要上哎，而且我爸他说，你爸爸哦，走啦，要不要去随便你，不要去算的啦。好了，走。阿福啊，我被抓起去啊！哎，到你了，我们来去。哎，啊，不要起去啊！哈哈，这哦，惊啥啦？你现在压力那么大，抽一根舒压嘛，很多名人都有在抽啊。他们抽什么？是为了舒压啊，对不对？抽了身体又快乐。对了，真的也是，试试看。哎妈！吃饭啦！为啥昏迷？为啥会昏迷啦？啊！我自细汉不是甲你交代，薰甲酒拢袂使甲我吸。你有够把声音啊！卖照了！为啥？阿福啦，要问那个阿明，说搬卖收了10000多块呢。我们等下去给他拿了。哈？哎，你这样子会被送去警察局哎。发屁呀！啊！哎，你怎么突然这样子？为什么突然抢他钱啊？靠！我就没钱了，问你我怎么办？忍忍，我们一起想办法好吗？卖！哎，这总有办法啦！哎。啊！自从国龙恐吓别人之后，就再也没有看到他了，联络也联络不上。现在都毕业了，还是完全毫无音讯。唉，回想以前和他在一起的时光很快乐，在现实中感觉他天不怕地不怕的，在游戏中却是个菜鸡。会怀念和他在一起的时光啊。等等，再试着联络他吧。希望他会接啊！啊，你看看，曾经打电话6次啊！又没有开，知道啊？看呐、啊，满满的都是未接来电啊！哎，爸，我不想要去读大学，我要去台北找工作。你呢？这么歹教，叫你读书你唔读，叫你卖食薰你唔听，
规工在创遐有诶无诶。啊，你若想要去甲台北甲人找工课做，要笑死人哦！爸，你听我讲啦，我知影家己选定目睭，等选中三类学校，哪了我落去台北。当初叫你好好读册，甲别人做啥物流氓啊？啊，搁学人食薰、啉酒，啊，你哦，可有教啊？哦，阿爸，阿姐久无看。嗯，那也都用开了，照顾过了好。伊嘛，伊过了袂歹啦，阮爸仔囝拢过了袂歹啦。但是阿爸，我其实有代志想要甲你讲者，就是少妇的代志啦。我唔知即个囡仔到底在想啥货，我真正拢唔知影。读册是上重要的，只是有学历，哪有收入？我换遐照顾，遮收入，即句话会伫遮听。伊刚知影生人足袂歹个，完全毋读册，连高中嘛读一半就毋读。唉，我知影，常常甲恁冤家。我讲我要结婚的时阵，你拢当作我是诈骗集团嘞。吓啊！因为我一直逼你做我认为对的代志，一开始你阁做官，久啊，你就喘袂过气，就开始变老。你常常讲你回来去做电话机啊，你后两下我拢唔去。当你话讲你要出去做工课时阵，我嘛知影下你欠条。叫你继续读书，把阮的观念教给你。了，你连全工课这项代志嘛做一半。规工伫外口对遐浪乱流浪，伊教我甲你赶出。你原来是一副不识不要紧的同款。了，阮随着了解，你以这一种半读书半做工课的套路，幼稚就开始学袂开。我原本是做代志的。啊，毋过后来你熟识恁某啊，嘛有囝，开始需要改变。为着你的家己，只是后来发现恁某过身的代志，你嘛同款饲了少，毋同款甲你做亲的嘛。啊，毋过你甲我无共，你即摆会使选择尊重你的选择，毋是像我安尼，伊等到有人会使甲你改变。啊，阿爸。多谢你啦，我知影。爸，这是我这几年赚的，你确定？为什么熊熊给我这么多钱？你明天台北打拼，我想通啊啦。像我少年，顶半世人呢，放荡过日子。拄到恁老母的时阵，才是我上幸福的时阵。一直甲你生落来，哪知影通打拼？可能就是安尼呢。恁老母哪来发生意外来过身？这是我是人生上痛苦的代志。与其呢，你即马想要去打拼，这是你的决定吧？是对啊。好好拼，好好啊做。帮手给你自己去做，希望你能做好，对你的未来，对你的家庭，有一个好好的交代。爸、爸，我想着我明天要找你，我出去一趟。好啦，好好说你哈，等你回来，咱做伙拍赢你啦。啊，好啊，我出去啊。